两栋无平凡的建筑，历经岁月洗礼，伊的故事甲这栋建筑相款不凡。伫遮，阮将探寻天一楼背后的故事，听古早时传说，敬请收看本期《闽南通真假天一楼》。欢迎来到《闽南通天下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来收看今仔日《闽南通》节目，我是丹心。对于今仔日这期节目开始，阮将会推出一个新的系列《古不无言》，专门啊向大家来介绍咱身边的文物。因为有一挂文物安静的伫咱生活的四周围，有可能咱无去发现，或者是讲咱已经习惯伊的存在啊，无去深入的了解，甚至是探索伊背后故事。今仔日啊，就带大家到顶来到厦门苏明区庆隆堂，到顶来去了解一下。伫个苏明西路民主大厦后壁天一楼巷21号，有一座精美的红砖楼。大楼外观气势不凡，精雕的花岗岩基座，闽南红砖墙体，堆塑的西洋花石窗楹，加上以半圆形探出式的门庭和阳台，展现出中西合璧精美的建筑艺术。根据讲，因为厝的主人吴清体、吴文禄两兄弟经营的物品拢稳有货，所以建筑报告当中，阮有天日生水，水有放制火，水有放生财艺术，所以民众纷纷将庆隆堂改称为天一楼。即阵，即座被大家称作天一楼的雄伟大楼照完入掉，但是却物是人非，曾经有个闹热的景象已经无伫个。今年已经80多岁，53老人伫天一楼徛了一世人。伊向阮讲述了建造这座大楼的吴氏两兄弟的传奇故事。阮阿嬷就讲，无安尼厝也无半项，剩三个钱，三个钱就是咱以前迄银钱嘛。银钱，啊，就讲存三个钱，无你三个钱摕去厦门，啊，伊一路人去买者啥物食啊，去厦门去奋斗，意思就讲，讲句我歹听，去厦门做去食安尼，去讨生活啦。去厦门讨生活。哎，来到厦门就是去码头安尼，前做后做啊，无就免阁讲读册，根本就无生活啦，也无读册，也无知识。啊，就是来厦门坐啊，去学码头，去到摇落。啊，摇落的时阵，到一定的时阵，老爸才佫带阮老爸落啊。啊，两个兄弟啊，就踮咧食。以前咱无电船呐，全部是出入内外，即个大船、摇落船。大船是到港澳，无入来港，到泰国码头只有几千吨、上万吨的船，全部伫江苏后。伊就是讲，两个兄弟啊，就是踮咧个老船嘛，就是个叉头船。标准。头先我。啊，就是有一摆就是荷兰外国人，伊就是要来，迄阵中国，要来中国安尼看有开一个什么行业无安尼。啊！伊带一个皮包，佮一款皮包内面有钱、有手续，落大船落来，老船就是咱只叉船的船，经过，啊，要去
公主这星期三吃伊个这叫做什么大赛馆。啊，从踮咧船呢，这个皮包袂记得带去，因为皮包伊可能带真侪，啊，随手提的算啦。迄个皮包，迄个，啊，迄个，阮安伯，从这皮包，感觉讲这皮包无带去，从来啊到星期山卡。公主神奇山家就是已经过的路，啊去点遐问问啊，唔知要去倒落找，啊就点遐等。哦，徛喺遐等伊。等啊到日暗，啊迄个外国人就是荷兰的一个要倒来找这找皮包，啊才拄到伊讲吼，我甲你捡这皮包安尼，啊找你无人，我从点遐等安尼，我这个。外国人真感动，就是荷兰的真感动。讲哇，你安尼兄弟啊，遮诚信哦，遐老实安尼，遐忠厚安尼。迄阵就是讲无安尼，我创一个生意，就是讲这个代表，这代表这阿西亚，阿西亚是袂当时咱中国是无起源，就是。垃圾啦，汽油翻阿下，啊到最后愈做就愈做啊，啊就从这生意可代表可以做。哦，发家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发家这立庭就是因为兄弟阿两个人确实是真有心，而且真诚信吼、然后拄着这好的机会嘛，包掉以后啊，把这生意做起来啊，做啊真好。按照闽南人的传统，赚到钱就要起大厝，因为两兄弟是最进出口贸易的，又有十三艘大船在航运，所以规两座楼所用的材料几乎都是对国外采购的，用大船运入来，才会用红木桶啊，在经历几十年的风吹日晒，才完无变形，可见质量真好。又搁聘请了国外有名的设计师来设计，所以这个厝的建筑风格有淡薄啊中西结合。这天楼是厦门之算讲红砖啊楼，是第一大间的红砖啊楼，无一个参插的，只有全部外壳，甲内面装红砖。是，真正红砖大厝的感觉吼，就是乱。总计是，所以外口的这是咱本地的红砖，啊，内面那一寡材料拢是进口来的。啊，佫一个是讲这漏水，伊当时是有淡薄仔款风水，叫做水无外流，所以伊内面这厝内的这款地基下面有这叫七层高，就是像一款。建筑内面的一个暗沟的感觉，暗沟哦，所以水啊全部无按直接看伊流出去，就是倒流入，再通过水管流落地下。哎，这较少看到啊。通过七层沟流出去，当时咱无厝的水管水嘛，水也阁是无真方便，是，所以伊家楼顶，咱这厝顶有一个水池。我觉得水池，家己的厝内水池，通过水池才流落来。每一间房间拢装，哦，要引水的，电影的引这個，哦，太方便了。再用，有时也有水，有时也无水嘛。所以趴去厝边顶水池再流落。以前你想看嘛，1931年的这个古厝，就有可能有遐多这款设计在内面呢，真正神奇的建筑。天一楼整体有60间厝，合起来是一个甲住指数。如果甲甲顶、阳台顶其他空间计算在内，就有72间。60间房间是典型的大家族。第一楼日的时阵，一个所在曾经徛过300多号人。啊，要凑食饭啊，300几个人。当时就是无有食外家吼，食查某囝来，100多人，
一般就是楼卡，后边有一个大的时间，是古早间，有一个间，是咧卡，迄个学堂和囡仔以前计用家间，就是分做哦分配家，分配落去食，就是讲家吼后生孙啊大伯的，啊落去再查某，落去再佣人吼，再加只有诶无诶，安尼分做三批食。哇，这场面太壮观了！我十一二点吃到两三点，吃一顿饭的这個时间就真长，哇！所以当然，熊熊当当时确实是非常的闹热人啊，太多啊。那种蒸卡一个，就是讲头一批吃，头一批就是讲吃后生啦，因为招金特别是东湾，对东南去，是。男的先吃，女的落就是只新妇查某囝吃，个落就是只什么宝阿母啊，哈，吃啊，蟑螂啊，什么也来吃，啊，所以分配上，就是卡一卖，一间空空，安尼，啊，就空空两下第二杯，啊，空空空第三杯，啊，你第一杯吃了，照常第二杯就算第三杯，所以以用那蒸来分别。才有法人分开吃。在那个年代，中幼尊卑，在大家庭里面真予人看重。按照传统习惯，徛入去的时阵，本该由阿兄徛伫东面，小弟徛伫西面的。但这两个兄弟啊，关系真好，一直无分家。站在来选房间的时候，一个比一个更加欠牛，两个人独来独去，最后小弟熬不过阿兄，只好站入去当面的主楼，在阿兄站在西面的楼当中，最后传到当时一位文人林济川侠，他感慨两兄弟欠好的美德，就给这提名庆牛堂。头前的这顶行过来，咱食是一条这巷啊，来为头前来行者。那行无几步路呢，咱其实当然发现头前就有一块这大石头。那其实啊，真侪人可能对这块大石头是真有印象的，是毋是细汉的时阵为伫遮去讨价呢？那伫个这石头遮呢，伊其实有一个真特别的这小庙，叫做维灵殿，嘛叫做田一楼。那其实田一楼呢，伊遮嘛有真侪这历史故事，到底是啥物？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。单雕碗厦门文素爱好者，伊讲讲，虽然门顶写的是微静殿，实际上是错误的，因为之前寺庙被破坏，历久被水泥封盖，等到重修的时阵，把水泥挖出来的时阵，历久已经是模糊啊。维修人员把零误认做静，因为繁体字两个字真像，所以把小庙名刻做了维静殿，其实是维灵殿，但伊也够有一个名称叫天一楼。为什么有两栋建筑拢叫天一楼呢？但是呐，咱家叫做维灵殿啊，叫做天一楼。那有诶，可能老诶门会知影吼啊。但是有一寡，比如讲游客啊，或者是讲较少年的朋友，可能都唔知影到底为什么家叫做天一楼呢？天一楼，咱隔壁，咱阵通称的天一楼伫咧隔壁，叫做青浪堂。这个是伫咧清代的当地的年间，迄个地图顶头有标明，一个天一楼。假是标天一楼。就是讲。但是这个咱阵所讲的天一楼，是1900年代伊才出现的，所以个遮较早就是讲第早天一楼是第一家。为什么叫维灵殿？因为较早只有一个庙，伫个当地年间的时阵，迄地图顶头标这庙的，这庙的图形伫个遮。是供奉的是迄安徽来的公职尊王，咱的民间叫做圣王公。所以伊就是当时叫做维灵殿，伫1900
空六年，咱厦门市有一个厦门市顶瓜，厦门市正歌，顶头个有一个溪谷，一个是叫巷伫趟山顶，啊，咱这所在山顶，啊，八卦楼桥圣王经，啊，圣王算来真正兴，各姓人人有文明，啊，意思是讲。咱这南桥巷直通就是到这山顶，山顶有一个八卦楼，就是圣王经。哦，讲的圣王经就是其实就是咱那边，咱统称的公爵尊龙，就是咱土称就是叫圣王。咱这尊也是供奉公爵尊龙嘛。是啊，是啊。陈朝万分析，所以把庆牛堂叫做天一楼，主要是因为庆牛堂这栋红色大楼上盖遐望，时间一长，正做地标。第一个位置离天理老巷石牌门又个上过近，才让大家人误会啊。其实真正的天理老在庆牛堂之前就已经存在，伊就是这座威灵殿。我来到这就感觉讲，有一个足神奇的所在，真正看到这龟庙的形状，那亲像是一个八卦形诶。是是。这有啥物讲法，还是传说？啊，这听较老文诶，伊咧讲。咱是起一个石头顶头嘛，对，咱从靠一个大石头。啊，传说讲这石头内面哦，有一个牙钢线，啊，内面有一个牙钢尖，啊，就讲做这八卦形的建筑来个定调，啊，请圣王公来遮守护，啊，保庇周边的遐居民的平安。平安，哦，啊，这变做是几十代人诶，毋是几代人哦，诶，个共同诶记忆。是。啊，但我知影讲，诶，去阮查某囝孙孙伫遐佚佗，伊讲啊，你去倒？伊我要遐厝脚装修诶，新所在。啊，你看这石头中有一个真深诶沟。是是。吼，迄几十代人诶脚装挖出来。哎。所以叫做脚装修。哎，厝脚装修。哎。是。啊，真趣味诶。曾经诶危险地带，因为圣王公诶来到。得到了安宁，甚至结束了囡仔的游乐场。到即阵，寺庙照完不时有信众前来点香，心想目光安详，便是前方。但却干那搬起了一骹。但是呐，咱知影阵食姜红的，也是即个功德尊王嘛。那我感觉功德尊王较特别的一个所在是。伊个即形象，一支卡是翘起来的。那即下面有啥物故事无？我简单来讲者吼，讲即阵容易出事个伫安徽，伊阵算七岁阵老爸个死啊，啊，所以厝个其实真艰苦，但是对老母真友好，啊，咧处事也真善良，所以也表表现出咱中国即传统礼仪，忠孝礼仪个即传统，吼，爱十二六岁阵伊成仙。啊！伊升仙的时阵是两骹，少年的时阵，嘿，啊！伊两双骹是弯掉的，啊！老母唔甘伊行，所以捡一双骹落来，吼，啊，所以变作伊一双骹是翘翘的啊。哦，所以伊的形象才变作是。即阵伫中华街道街巷油改造的会计的面，一座小庙经过修复，焕发出了新的光彩。当时，在一群文创工作者的精心企业下面，将古庙打造成做了一个文化交流场所。因地理有通过乌骨加梳理厦门文化，以空间设计加文化创意为手段，展现厦门独有的文化魅力。因这威灵殿吼。伊阵只有一挂许多许古册啦，啊是一挂册，皆关于老厦门的一款册，吼、哦。啊，只册其实真侪朋友来贡献的，哦，对，大家来的。啊，咱只也当作一个共享的空间。哦，共享空间。哎，啊，大家有时来只做讲座，啊，一挂老，那比如讲，咱一挂朋友，算值日啦，好、哦，啊，摕老照片，大家在遐欣赏。啊，有在做工作。是，啊，附近的人也会当来吃歇困啊，看册啊，皆用的。作为书店的组织持有者，单调万工，家中定期举办广告、老电影、
以及老厦门故事征集活动，希望有更加多老厦门人参与到当中，讲述厦门遐曾经的故事，留住乡愁记忆。同时，也希望有更加多少年人有放真正去感受甲体会厦门的历史人文，激发对厦门城市文化的自豪甲热情。单调阮希望将来有更加多囡仔来这块大石头顶面佚佗。如果这块石头是囡仔快乐的寄托，那么伫个四星街顶面的这块石头，就是大人对幸福的寄托。这块石头在当地居民心中有真大的分量。这块石头形状是方形，高大约42米，四面都刻有一尊坐莲佛像，所以被称叫四仙桥。四仙街之所以叫四仙街，就是因为这块石头。闽南话四仙的意思就是四尊，四仙桥就是四尊石佛的意思。四仙石佛早期虽然香火真旺，但周围环境比较较差，最近这几年才修建了一座由红石砖瓦构建的大殿，比起之前好看了不少。四仙石佛因何而来呢？根据说，在清代这位有一个清风宫，有一道厦门掉大水，浮来一座女子神像，为了供奉神像，清风宫建了一个四面石佛的塔，名名叫四仙佛塔。四仙石佛就是这座塔的全家。根据附近的老人说，这块放在地的青的大石头原本是一只雕刻精美的乌龟，因为太过行动，传言这只乌龟会震动，所以大家请来了一块石架灯来镇掉一只乌龟。庆良堂为灵殿，四仙桥因为因拢承载着厦门的记忆甲历史，体现着厦门人的公信用、敢打拼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即阵已经被收入到厦门市不可移动的文物名录当中。文物唔那是历史遗留，伊也是城市的记忆，佮卡是老祖宗留予咱的宝贵遗产，需要咱倍加珍惜，共同守护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仔日的闽南通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。伫个下礼拜拜六的暗暝六点，我们继续为您介绍身边的文物。假使你有甚物想要跟我们交流的，拢会当然关注我脑部微信号，也够弹性的微博。那伫个明仔，也就是礼拜日的暗暝六点，闽南食透透会继续带大家到阵来去食好料。到底有甚物，咱先来看卖个。在非遗美食的任务继续进行当中，咱身边的非遗美食唔呐讲，干哪有食呢？今仔日的非遗美食，搁啊带伫咱身边真相见。闽南气候温和湿润，寒凉而水的鸭肉，就是第一好的补米。姜母鸭、融合姜、酒，滋味真浓。闽南人有带伫同齐煲汤，食一粒姜母鸭的习惯。